好，今天先来跟大家分享，MSN 软体 BGFIM 这个软体，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软体干嘛要付这么多钱？好，那吉米现在就用给大家看哦，到底价值在哪里？好，首先我先丢背景，丢背景 ，Facebook 丢背景。好 ，OK， 看大家都可以看到，我公司可以现在可以切换到普浪，好，到普浪就快过的地方，好。调整一下焦距。好的，那好，我来去上 MSN 啊，开 MSN 给大家看。好，首先我先来选择 online。好，全部都上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厉害的地方就开始了。很多 IM 软体，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，或者说跟同一个人讲一件事情，你要跟多人同时 chat 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困扰。啊，比如说这边 AOL 的，这个是 iChat 的，他说我重复登录了，然后我跟他讲，我说这个地方是我的真正登录的地方，啊，还有其他两个人的讯息，然后我可以再切换，刚讲到一半的，拿了一个，啊，我跟他回他一下。那我们好不好玩？好玩呢，当然好玩喽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这边切换到其他的人啊，我只是可以切换到这里，找其他的朋友继续聊天，好，跟他讲一下澳门的朋友，好，打错字就跑去吃麻辣锅。然后其实可以跟其他人讲的。好，哎，来来来，找，好，开始了。很多人说用 iPhone 上 MSN 很难，其实不会，你看其实很简单的啊。好，再叠一下，让我们小孩子说真的。好了，好了，他说他Mick 说他也在 BGF 上面，好耶。三个人从不对等，好，还有谁讯息没回的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了，所以我进来一下给大家看，这上面有几个选项， email 创，或者说传照片给对方，或者是丢掉讯息，或者说录音一段给他玩啊，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有很多人可以选，你可以选同时在 chat 的不同的人，啊，可以跟他讲在讲什么，哈，不错啊，好玩啊。所以说，很多软体在 MSN 的方面，不是只是单一对象团而已，而是要能够这样子多人，多人一起谈才好玩，哈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可以多人同时多人一起玩，然后你可以把你常谈的人呢加入到就是喜好项目里面去，好，那就可以在喜好项目里面一起聊了哦。这边就是喜好项目，好，然后这些伙伴的讯息就直接可以在这边看。所以说啊，这把吉米这边同时开了一个MSN 啊 iChat， 那你还可以同时支援其他的 Google Talk，或者是这些Facebook 啦、Yahoo Messenger 啦，这些
他唯一为大家说的问题点在于，就是说，他暂时还不能跟 Skype 来做连线，不然的话呢，就一个 IM 软体就搞定全部所有的即时通、即时讯息了。哦，当然还有 QQ 啦 ，QQ 也还没有在里面。OK， 所以说呢，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到，在Jimmy这么快的一个操作过程方面，就表现的他这个软体的一个强度啊，强度就在这里。你也可以试试看用其他的这些免费的这些 IM 软体来同时跟五个人、跟更多人一起 chat， 看看他能不能够 follow up 你的速度。哦，大家刚才更多的选项了，就看你怎么玩这个东西。哦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而刚刚我们讲到，就是说，我们透过切替软体可以迅速的切换其他丢在背景的这些软体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今天在刚我在跟大家 MSN 对不对？那刚刚有听到嘟嘟一声，表示有讯息进来，我点两下可以回去啊，讯息里面看看刚刚谁还没传给我了，啊，回应他一下，啊，好啊，你不是在上海哦。好，那我再点两下，再继续看我的 Facebook。好，有没有？然后赞 Facebook。啊，现在有没有人？有没有新的话题？啊，粉丝专业。好，看看铺浪的状况怎么样了 ？Email。啊，铺浪。所以说呢，你看我有 3GS， 那人家说，我的当速度够快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把 RAM 从100多枚超到324枚，因为同时有三个大软体，然后跑在后面。其实我看可能不止啊，我要看看到底有哪些软体，然后有 Facebook、普浪、Mail、BGM， 你看刚听到了，好 ，iPad 在这还在跑，刚听到讯息就进来了，好，我先看一下我的普浪有没有回应。哦，还没好，来，讯息来了。哦，他在吴江啊，哦，好了解。辛苦喽。好，再回到我的爱普浪。资讯站的讯息，我们讯息又进来了，再回来。哦，哇，这么远啊！哦，我不知道没看完呢。哦，还有那个，哎 ，OK。啊，普浪，我可以回一下啊。曲终人散回头，基本上，就是把最后一把。